听说当时阻力还挺大的，好像经纪公司一直不想让你唱。大家对我很头痛的地方就是他们有些时候会觉得我不知道在干嘛。真的被淘汰的时候得到那个消息是什么样的感觉？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。就是我那时候坐飞机回台湾嘛，我也不管那司机，我就放声大哭啊。对啊，不是应该很开心吗？其实在北京就这些兄弟而已。但是两个人合作之初是有一些误解的。为了这个事情我写了一些我自己觉得语重心长的东西给他。对一个大男生来讲，那个时候的你这还让人觉得好细腻啊。我是一个很念情的人嘛，所以会哭绝对不是没吃到饭。